哎，那边的大叔，能准备三匹马吗？还有麻袋和绳子，我们要办点事儿。你，过来。我。这过分了。啰嗦，安静点儿。怎么了？那么这小子就先交给我们保管了。我想你也应该明白，想要你家公子平安，就别做多余的事。走了。少爷这。灵儿都走那么远了，差不多可以把他发觉，他并不像听说的那么顽劣。